是不是先行程跟这边共同来关心有关的每年一月十六号立委选举的相关消息。先来看就是国民党的嘉义县青冈会在今日伫咧鹿草的甘蔗园，是来举办的反会选好民主，伫啊海市县嘉义县顺坡选风的活动。青冈总会长丁建廷表示，海市就是指会选是败坏选风无好行为。另外，朱立伦的宣传车誓师活动嘛伫咧乡亲的加油鼓励声当中进行。反贿选，反贿选，抓害鼠，抓害鼠，还嘉县淳朴选风，还嘉县淳朴选风。反贿选护民主抓田鼠活动在鹿草的甘蔗园内登场。活动发起人丁建廷表示，家己有民主性地之称，无容忍贿选行为来迫害，就亲像甘蔗园未当有田鼠偷食甘蔗，迫害农民的修行。啊，惊有人啊利用选举的时阵啊吼做买票的动作，所以啊，咱成立一个抓鼠大队哦，要甲这买票这個情形甲杜绝掉。丁建廷强调，予买票的人当选的亲像饲鸟饲狗布袋。广东部主委严文正认为活动也真有意义。当时朱立伦、阮台湾、台湾就是力量宣传车、世事气泡台湾也在民雄登场，总共八台宣传车摆了整齐，也好口号，需要在乡亲加油声当中气泡出发声势好大。而这样是总统候选人提完贺处之后，宣传车正式踏出贺处来出发，开往各乡镇市向选民来请托。新闻控制红嘉义县采访报道。